你今天不是高考吗？你还在这儿呢？我快要迟到了，这事都怪我爸，他非要今天早上给我做个什么幸运早餐。我闹钟也没响，我要迟到了，你帮我个忙，你送送我行不行？上车，谢谢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江涛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啊，江涛，啊，你没事吧？你小伙子，你人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是赶时间送这个学生啊，高考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师傅，高考，对不起。啊，高考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江涛，注意安全啊。不好意思，江涛。谢谢啊，江涛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让我看。同学，啊，加油！加油！你这个早就修好了，怎么才过来取？我有事情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有事随时来。袁泉。那个，今天就你自己吗？啊，我自己。啊。有事儿？哎，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你弟弟啊？啊，他就你高考那天把三轮车给撞坏了，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修好了之后再出来收东西。那个他人没事吧？人好像没事儿。什么叫好像啊？万一他受伤严重的话，我跟四七可以去看看他呀。反正我高考也结束了，没什么事情。没事，他好多了。好多了，他为什么不来这儿玩啊？你希望他来这儿玩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他是四七的哥哥，是你弟弟嘛，我们可以多走动走动。老二，哎。文田正说你呢，叔叔啊，你来了。